是有额娘当年统御后宫的能力，也不至于让嫔妃们如此张狂。一妾之德在于温煦，他们都忘了，总得让世人知晓。今日的皇后与当年的孝贤皇后相比，根本不值得一提。若不是孝贤皇后早早崩逝，哪里就轮到当今皇后？这会儿这些皇后